对不对啊？我等你下完了才动手啊，你怎么赢我呀？为什么不让你赌？这不在这儿吗？你再看着，这够慢的吧？这不把它拿起来看着，盖这一个，盖这一个，拿这一个，我等你下，下完了住我边，你下吧，你下一个进去，他俩，你输了吧？哎，你说那边有我盖上的过去，你还来吧？还来不来啊？还来吧？啊？你还爱着？我这碗都不要。你个傻孩子，我让你自个儿拿手抓住，你都抓不住，你个傻瓜呀你！抓紧了吗？看着啊，一二三。打开，还来吧，傻瓜！记住，奥利在这儿。我不说过吗？看着啊，盖上了吧？一边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这两个网你按住也不管用。奥秘就是，不管是你我，就是不能打开看。一看就动手了。不是没有就加一个，懂吗？你要两个碗盖着，谁也别动碗啊，都在这儿。我先喂你这几个，一个过去，过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下注。没有，你下呀你。记住，小伙子，我不说吗？补偿你们这个骗局，你不理解，是没过去。因为你也没来动玩，我没动玩，我怎么会过去啊？啊，快离话，过去啊，他就能过去啊？你过去吧，我过不去、啊。过去，拍板，一拍板，你看哪慢动作，上上一拍板，你看，正好这手指头在这儿，我是这么拍板，你根本看不见，走，上前一翻板，随着这个手，你看，慢动作。看到了吗？我不是，我刚才我是这么开的啊！你这么开也过去了，没哪事，你一掀，你不是慢慢的掀，你一掀马上就扔进去，知道了吧？你为什么你都不理解？为什么让你拿这手啊？啊，开，你肯定是上这儿翻板，对吧？你要拿这手，我说你开，你上这儿翻，我怎么扔啊？我怎么扔啊？哥。看来十赌九输不无道理。